台湾的大豆新鲜又别具风味，一直深受大家喜爱。但台湾豆要生存真的很不容易。根据统计，台湾大豆种植社场从2018年的48间到2019年仅剩18间。进口大豆成本低廉，本土大豆的价格无法与之竞争，工厂也不愿意收购。剩仅少少的大豆社场努力维系着坚守国产大豆的防线。今年我们只剩下18间，明年呢？后年呢？我们并不晓得。阳光乐豆乳坚持一个简单的理念，只要大家愿意买，农民就愿意种，这样大家都喝得到优质的国产豆乳。看得到的履历大豆比起进口黄豆更让人感到安心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我们决定从小小的改变开始，透过地产地销的方式，直接委托光泉牧场加工制作，把关每一个生产环节，将有履历的国产豆乳送到各位手中。给家人喝的豆乳，让孩子从小关怀这片土地。阳光乐豆乳好喝。